叫我介绍马上时候，说俺家住院马上都快出院了，也好了啊。我在家里体检，啥一只羊，俺家好吃涮羊肉。回到老家，接风洗尘，咱涮一锅试试，顺便吃涮个羊肉，还有羊血、羊排骨都能吃。三个月，哎，挑大的挑胖的，挑大的胖的，孩子也腻了，洗个也没味，光吃个药的。等我吃，来吧，拿个大拿个胖。我操！给大家听真。走！哎呀！跑啥？跑！哎！要往下跑了啊！他们怎么让你喝汤？喝的恢复的还挺好，是呗？啊？嗯。看这腿能抬多高啊？是呗？嗯。又能穿鞋，看恢复的多好。能穿鞋，啊，能也能穿鞋，也能脱。还你还吊的挺真，你那时候跟着往城里走那时候可不一样的。哎，你不去，不去你能走吗？能。不去我也能走。不用吹大号的，我发现你住的。那个啥的可能吹大一点，别的不得可能吹大的，啥也能啥也得，是呗？我看人家说能走三里地的，是呗？能。我不知道你，我知道你能不能？你看我这个样能呗？我看你这样光吹大的，能，你看这俩脚，能，俩脚还挺尖的，能，那是哪那脚？还是这，这腿没劲儿。是呗？嗯，就是有劲了，就是有劲。看你，看你瘦。我瘦吗？你看这脸的，可不瘦。瘦。嗯。你不在咱家里，谁会在家里？哦，你说那吧，那他在家是能给我做个吃食呗。你说那的那这不得，是呗？那这。他们在家看你瘦。看我这，我这小时候光的很瘦，不瘦。你看看人家，那瘦的。看着瘦。嗯。我一直看我那个脸上，啊，吃不都不走，能吃不老能少。你说啥？你把上我年龄跟你小走啥的？哎，有恨呢。你那时候看你小瘦，那你把心疼你小瘦，你就心疼我瘦。你也瘦了，你也吃。嗯。嗯，这样。真的。你也吃点，家人也吃点。那就胖乎的嘛。哦。对，吃完了。嗯，但是今天没见你小，看你小瘦了，心疼了是。啊，你看俩瘦。这你也不胖。你木兰木兰，你是怎么着的？压着点也是瘦。也是瘦。嗯，压着点瘦，没压着瘦。嗯，都可油了。嗯，也能瘦。嗯，也吃不了肥。就是我那天我在家里，我能吃那点，就是那么一点少的。啊，啊，少我的，你说咋整？我跟你说。嗯啊，咋了？因为你这遇到俩亲的，啊，哎呀，这看左看右看，这看个小是一溜小又瘦是，这个一溜小可不是这两天才一溜小的，一直都是这么高，今个还没喝奶的，讲一泡点奶喝的啊，啊，
啊，不喝，咋的不喝？不喝那酒喝了，他那些不是喝的酒，他喝的喝了。有完了，有完了，喝了。那倒点水喝，那倒点水喝，娘们。对了，好，倒点水喝啊。嗯。这地里的石头接不了呀，这接了多少回了？多少回接的少点吧，接的。他一边儿井，再一边儿接。对对。你看，好像到那儿加了一吨大小，都是名牌大小。嗯。这时候种地人明显就少了。养不能养家糊口，你可不嘞？嗯。关键养种这个地，粮食不这个田，你但是一样好种。这产品质量过关，嗯，绿色产品是，对对对，谁放的拿的这个农家费，嗯，产量高低咱不说这个是吧，对对对，谁放的都在那，嗯，停，你转呗，咱俩转往后倒不卖，好的，转人给两块钱不是，你转过去你拿我不能你。往前走开两步远。啊，这地干，包子，行，过一张，给我啥大洋子？摸不着我。俺就那意思，你知道呗？你经过去了，开回来再往回行。这人到了，好快！咋子了？哎呀，咋子了？这家咋倒的家伙？那钱啊，连菜也倒不准。这些倒头往了，这个头，我不能撒头了。好，我。哎，这这这这不是金矿头啊？这老金可是金矿头。我发力吧，放往往。哪里哪里发力？往下一面都下去了，哥。金哥。好。哥，走吧。金哥，你这小子也好了耶！啊，算个地方再好嘞，是吧？是吧？这半夜弄的嘞。我操！天价了，你说那么？你这，你这聊啥呢？咱不好玩，你先聊玩会儿就得了。哎，那个你这皮皮娃上台了，啊上台了，啊上台了，啊去车里了，在我陪上个。哎，这边去，我发了一个，发了一个，啊，哦，你发了一个你才去嘞。这这个帐篷往前走，啊，对，这要往上走，这上来。往前开完的是少的，我这开你那个，你那开开啥号？一会儿开，这这人都找不下车了，还得往回倒。哎呀，热的，都压走了，没法了。这个地方呢？
会儿接着就回关到门，好，一会儿回屋去呗，一会儿老太出来，赶紧等呀，好，一会儿老太办，这别别你妈。我一会儿看。